唱节目导师大陆歌手杨坤演唱齐秦的招牌歌曲，沧桑嗓音征服无数粉丝的心，但高人气却也带来困扰。男人锁了吗？钥匙掉了。我看看。哎，这是我说开过吗？这名疯狂粉丝谎称忘记带钥匙，叫锁匠来撬杨坤家的门。其实早在三个月前，他已经天天堵在这儿，甚至把家搬到楼上。不间断的骚扰让杨坤忍不住暴怒发文，直呼要崩溃了。哎呦，快崩溃了都！那这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儿。女粉丝的诡异行径让不少网友直呼比鬼片还要恐怖。杨坤报警处理，女粉丝也出面道歉。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道歉。而其实大陆的当红男团 TFBOYS 也曾被疯狂粉丝跟踪骚扰过。给我们车里装追踪器的那些人，我们都已经知道是谁。这些人还在这个死生群里边活动，我每天都能看见你们。前年还是去年忘了，有一次我们拍摄完回去的途中，有一个粉丝就是已经激动到来撞我们的车。为了追星不择手段、不理智的行为，恐怕不仅会吓坏偶像，还会吃官司，惹上不小麻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